一口气看完江夜前传剧情。在剧版江夜的故事中，有很多事件和背景并未交代清楚，比如昊天和夫子的来历、大佬高手们的实力境界、各个宗派的历史、七卷天书的用处等等。这个视频将按照主要人物的出场顺序，将这些谜团为大家一一揭露。江夜中首先出现的大佬被称作赌徒，他在剧版中并未露面，赌徒只是个代号。之所以这么称呼他，是因为他在修道前极为嗜赌，后来痛改前非，潜心修行才领悟大道的。从他设置之手关的密码为七进十三出，也可见其赌徒本性。赌徒是道门的开创者，也是之手关的第一任观主。当初的世界，人类还比较弱小，虽然掌握了一些修行规则，但面对洪浪、火山、地震等复杂的外部环境，很难稳定生存和繁衍生息。赌徒作为当时人类的最强者，在进入清净境后本可以超脱人间，但为了人类更好的延续，为了让这个混沌世界更加井然有序，他才创立了道门，并选择了将昊天作为人类的信仰，并以信仰崇拜的方式将昊天从混沌中唤醒，或者说创造了昊天。但赌徒也留下了七卷天书做后手，当昊天不能掌控规则或者滥发淫威的时候，用来制约昊天或者重新开天。在布置好这一切后，赌徒不知所踪，而天书的秘密只有每一代的只手观观主才知晓。在昊天庇护的世界里，昊天掌管着所有规则，他对待人类就像圈养牛羊一样，却实打实地帮助人类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，并延续了下来。但是昊天世界的总体能量是有限的，尤其是那些强大的修行者吸纳了太多的天地元气，还妄图挣脱昊天的束缚飞升，飞升会带走昊天世界本来就有限的能量，这对昊天世界是不利的。所以昊天大约每隔千年就会发动一次永夜，除了信仰昊天的道门有天启这样一个合法的第六境之外，其他人一旦敢突破致命境，都会在永夜中被昊天吞吃掉。无数年来，人类经历了多次永夜，永夜的传说便一直流传了下来，所以夫子才告诉宁缺，我们有欲望，这天也有欲望，我们饿了要吃东西，这天饿了也要吃东西，这天要比荒原上的狼群挑食的多。普通的修行者在他眼里只是食而无味的羊，越五境之后的修行者才是这天的美味。但是有人却在永夜过后幸存了下来，还不止一人，那就是屠夫与酒徒。这两人都已活了数万年，是人间活得最久的两名大修行者。他们能成为永夜中的漏网之鱼，是有其客观原因的。首先，两人足够强，屠夫无限接近第七境的不朽，酒徒的境界在第六境，无惧亦无量。他们二人不仅是世间了解永夜真相最多的人，对于躲避永夜也有着不可告人的方式。通常他们会挑选人间的某处小镇，然后开一间肉铺、一家酒铺，足够隐秘地活着。即使以夫子之能，也是踏破了几百双鞋才将这两位找出来的。其次，这两位是十足的胆小鬼，修为高深却十分惜命，对昊天非常惧怕，所以昊天将两人视作两块腐肉直接略过了。第五个出场的大佬佛陀，又称佛祖，存在于大约五千年前四大不可知之地佛宗悬空寺的开创者，修为已达第七境的涅槃，酒徒的无量神通就是佛陀当初所授。佛陀早年间曾入之手观看过七卷天书，并对夜林月线的描述做了笔记。佛陀在笔记中预言了永夜会降临人间，并将其称之为末法时代。他也预言了夫子会登天化月，预言了冥王降世，只不过他并不知道冥王即是昊天。后来佛陀预感自己圆寂之期将近，于是在极西荒原发大愿力，修筑了悬空寺，集佛学禅经于其中，予以永世之屏障，凡后辈佛门弟子及优秀者均可入寺听经修行。之后他便在菩提树下涅槃，化身般若山峰，并留下了无数针对冥王的法器。正是因为佛陀的大手笔，悬空寺才历经数次永夜仍传承不断。佛陀之后出现的大人物便是夫子了。